长桌上苹果、杨桃、文旦、火龙果，各种水果摆满满。民众站在桌子旁边，手上拿着塑胶袋，就等着工作人员一声令下就开枪。声令下，上百位民众趴在桌上狂抓，场面一阵混乱。有的人抢到手直接塞进塑胶袋里，能抢到什么是什么。还有人分工合作，抢到之后马上后传，一家人齐心协力装好装满抢平安。18号下午5点多，在云林北港朝天宫举办的中元普渡活动，近4000多公斤的水果堆放长达10公尺，叠成一座小山，整桌价值将近20万，上百位民众围绕在桌旁，就为了抢平安。不到5分钟，桌上的平安果就被一扫而空。点以前料的甜，那个就没再回了。啊，这是点红烧啦，叫青锅咯，大家去吃安尼，就是摆是正方形的。哦哦，啊，为咱手袂着，变去桌顶手。哦，啊，即马来开成条形的，吼，啊，大家手平下着，就免变去桌顶。水果山抢平安的活动举办多年，直到4年前疫情到才停办。今年复办，民众也都有备而来，准备各种袋子、容器来装。庙方大阵仗摆出了水果山，一下秒杀，就是要让民众可以抢平安、吃平安。东森新闻吴俊祥、廖凌轩云林报道。